一只宝贝熊捕获神奇宝贝了，生存领地。按下熊皮按钮，是神奇宝贝熊。不可能得到了。选择两极端，在两极中捕获。好的，不要玩了。起初我们的耶，甩枪啊，充钱的，我根本都没有发现呢。开始 Pokemon 吹他吧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，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神秘的神奇宝贝。Magmortar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Moltres。捕获一个神奇宝贝的攻击了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糟糕了，有什么好终于入了室，重击技能，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，那谁来了，生存奖励，按下去，捕获太棒了，是掌纹球，使用可动的攻击，太好了，攻击是三连捕获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，两个故事解决技能，用你的神奇宝贝交换对方的神奇宝贝吗？这个按钮叫二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缺大板。User point。